受生活，还要教育我做人的大道理，一套一套的。我家里已经如此的富有，还要努力学习去工作，真的好烦他们啊。小兄弟，人生苦短，那些不懂得享受生活的都是大笨蛋。我要是有像你家这么大的家产的话，我把我的家产拿出来一部分全面闯荡一番，做一番大事业，这样子回到家里父母也会尊敬我，你说是不是？大哥说的有理，家里的财产我也有一份，应该把我那份拿出来去闯一闯，我们先赚了那个一，就是好好享受我们的生活啊。这就对了，兄弟，好样的！大哥，那等我好消息，我们明天见。就这样。我们只能祷告，求神保守他在外一切都平安吧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儿子，你可真回来了，你以后不要再这么晚回家好不好？爸爸妈妈担心你的安全。好了好了，妈，你们就是这么自私，只知道自己的感受，你有没有想过我要的是什么？孩子，你到底想要什么呢？把家产给我啊。你从来不相信我，我想清楚，我要去闯一闯，我去干一番大事业，我一定可以成功的。不可能，你一不读书，你二不工作，凭什么？我主意定，我就是要走，这岂有此理的。孩子他妈，你看着办吧。儿子，你出去在外注意安全，爸爸妈妈水是欢迎你回家。好啊，知道了，妈。这日子过得真是太舒服了，没有那爸妈的管教劳动，真是好极了。只要哪里还有好玩的地方，都可以来告诉我，我们一起去玩。我有钱，我来付啊！好兄弟，这就对了。我们做大生意就是要多认识人。走走走，咱们搞大钱去，先去赌一把。那里还有美女相陪，保证你爽啊！谁呀？你说谁呀？这个月房租又不交，都几号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三天之内不交房租，我老娘亲自帮你搬家。三天？大哥，我钱花完了，赌博也输光了，事业也没做成，你先借我点钱花花好不好？小兄弟，我哪里有钱借给你呀？不过既然你一事无成，钱也没了，我也没有理由在这里和你瞎混。哎，大哥啊，至少帮我找份工作吧。你懂什么东西啊？你为什么？你去喂猪喂狗算了。大哥大哥，你说你要我这边做拿钱做事业，我也没有要你还，你怎么现在一点上钱？你算什么东西啊？我那时候穷困潦苦，我在喂猪喂狗的时候，你们这些有钱人在哪里？谁来帮助过我？你现在凭什么向我要钱？去你的！嘿，大哥啊！嘿，你给我滚！我再不要看到你！我赶快找份工作。有多少欢笑？
生难断荆棘路，福祸变幻从无常。看似美好人间梦，原是地狱草伪装。唉，悔不该当初没有听从父母的话，他们那么的疼爱关心我，给我丰衣足食。可我怎么就那么的卑劣呀？如今我到了这步田地，我还有什么来背着见他们呢？我想家，我想回家。爸妈，儿子真的想你们了，可我真的没有脸去见你们了。儿子回家，回家吧，儿子回家吧。父亲，儿子已经出去快两年了，渺无音信。这又快过年了，不知道他在外面怎样。我真的好想他呀，儿子他妈，我也想他呀。我们祷告求神，赐他平安吧。这不是儿子回来了？儿子，父亲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从今以后，配做你的儿子，你就把我当做故宫吧。儿子，这真的是你吗？你离开快两年了，我和你妈妈是多么的想念你呀、啊！头发都白了，眼泪也都哭干了呀，儿子。儿子知道错了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儿子。